小高也太过分了，昨天拿蟑螂来吓唬我，看来是欠整蛊了。这是我刚买的麦芽糖，要是小高一手拖下去，手都张不开了。把麦芽糖分别放到两个盒子里，接下来拿出我的好伙伴色素，滴入小高最喜欢的粉色，再来一个天空蓝，彩色的透态完成了。哇，这拉丝的感觉真好，有金属的光泽，搓一搓好解压，我都不敢用力搓，好可怕哦。盖上盖子去找小高。小高，我刚买了两盒新款透态，实在太好玩了，送一盒给你。妙姐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哇，新款的透态就是香。哇，这透态怎么这么黏啊，好黏手啊。哎呀，我的手。这到底是什么？今天的问题来了，刚才我用什么食物整蛊小高呢？欢迎到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哦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